8月24日，有网友晒出一组在中戏门口偶遇易烊千玺的照片。只见易烊千玺口罩遮面，身穿白 T 黑裤子，一身休闲打扮，准备回校军训。此前有网友爆料，易烊千玺即将参加今年的中戏军训，并晒出中戏军训表现记录表，图中显示军训日期为8月25日至9月5日。